好刺激。然后，也从电影里面学到了，就是千万不能用智能锁。然后我回家就换锁，然后大家都演得好好，然后希望这部片子大卖吧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智能锁的话，我觉得也有好的，文翰也有好的，例如给予我们电影大力支持的这个京东智能门锁就可以了，好吧？要不我这后边这商务都没法感谢了哈，所以说选智能门锁上京东就对了。谢谢大家的支持哈。那当然，其实今天还有一位我们这部影片当中的也非常重要的人，也是我们影片当中警官的扮演者刘欢老师。虽然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现场，他也特别录制了一段视频，送给我们今天的首映礼，送给我们的各位。